反攻大国啊！别躲哈，特别捡这个状态，三个国同时躲，抱一个啊，野状嘛。现在卖啥价了，大哥？9块钱一年啊，老价钱。慢慢的切的，羊肉状。哎呀，又好了啊！哎呀，刚出锅都卖完了。我们好卖这个，生意太好了啊！大盒的得多少钱？100多斤啊。快200斤了呢，今天一上午都卖完了哈。今天上午得两盒的哈，年纪卖的比较多，色泽金黄，非常热了啊！看看一出锅的风情，我们老天生意太好了啊，又非常热了，这边都是排队的啊，抱一个。没出国又卖完了，俺们还在排队。这边是一大盆面啊，这个大姐说今天要卖2盒的料，馅料啊。好了，这个继续做。逞强一出国，啊，人来人往，年纪的感觉。上人了啊，卖不及了。看啊，那边疯抢啊，一出国的疯抢，疯抢了啊！来了完了，老不热还得排队，动作相当娴熟了。刚出国又卖完了啊！来一个啊，大壮吧。大娘经常来买吃这个壮吗？看看啊，人来人往，又好一个，都是热乎的壮。这是第几盆面了，姐？第三盆面啊。哎呀，肉呀！慢慢的卸料，光料也得好几斤。嗯，馅儿比面细面多，这波馅多。对，也闲不住啊，一出锅都卖完。好了啊。好的，气死了。给我。上人了啊。还是三口大锅同时做壮吗？还顾不上卖了嘞，那边还在等着。烤一个啊，烤了一个啊，这个姐姐要一整个啊，烤一个，这边成了，这一兜馅啊，那面肉一样。又要和一盆面啊，现和现用，咱们已经三盆面了。和一碗面啊，把一盆面用完。走的啊，喝的已经买完了。羊肉粉条还大葱，看哥马上又好了啊，这边又是排队的。别出锅，那边都做好了啊，继续这锅不停的啊。又来一个。